我看到了，你这个大肥肉。大肥肉。啊，对，那个是钱包啊，把它放在口袋，看起来不是这个大肥肉。啊，看看，学习学习，看看叔公跟爷爷怎么去做那个电线的，不然你以后当列车长的话就不会了。啊，电线牵在里面哦。哇，那以后这里就可以当厨房啊。这里电线也都有。哇哇哇哇，好大声。T 档。这是 T 档。我在那里那个小小。靠北站着。怎么了？在那里那个小小的镜子。高哦，就是那个。哇，这里就可以当厨房了。对啊，很棒，对不对？就可以随时看鱼，看厨房。来，先去看鱼吧，看一下鱼好了。看鱼饭。看鱼啊。看一下爷爷养了什么怪鱼。鱼家哦。对，爷爷在这里养了很多鱼，然后这里有是小 baby 鱼。对了吧。